诸位大德同修，这个光阴呢过得很快啊。昨天我们讲正中分呢报告了，那么今天开始要向大家报告本经的流通分。那么偶益大师的判教，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这一部经这个分段，古人呢叫做判教，他跟过去的古大德的看法不一样。虽然在原则上呢，每一部经都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这个三分，但是这个三分经文从哪一段起到哪一段止，几乎每一位大德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偶益大师他的看法呢，尤其是特殊啊。那么在注解里面他都叙述了啊，他为什么从六方佛这个地方啊就把它分作本经的流通分，他说了说出很详细的道理。我们细细去观察呢，他所说的也确确实实是有理由。那么这个是基于对于弥陀经的认识啊，对于弥陀经的看法。从整个这个要解，就是这个注解来观察，我们想到印光法师的话是非常正确。印祖讲，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啊，换一句话说，不能超过这个要解。说古佛再来都不能超过，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要解确确实实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决定不错。这是说明他对于本经的认识与理解是十分的透彻，所以分的段落呢跟古人不一样。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是第97面到111页面，因为流通分分为两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是祝福劝信流通。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序分里面呢，我们看到信愿行三分，正宗分里面呢也是这三分，
流通分呢也不例外，也是信愿行三分。啊，这个通常讲净土三资粮啊，可以讲弥陀经里面呢是分分具足，啊，这非常之难得。经文从舍利弗，如我今者，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一直到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啊，这个一大段。欧耶大师他提出的理由，首先为我们解释流通两个字的定义。流是流传万古，通是通达十方，每一部经到最后都有这一份。我们学佛的同学要特别留意，我们学佛目的是要脱离生死轮回，是要求生极乐世界。轮回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出不去？归根结底，就是我执所造成的。啊，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这是生死轮回的大根大本。凡夫起心动念就把我摆在第一，啊，我的利益决定不能够舍弃的，起心动念的就想到自己的利益，这个心量非常自小，啊，这是制造生死轮回的根本，不能往生的大障碍。你看佛任何一部经典幕后这个流通分，就是展开心量，啊，真正的与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与这个相应的，我们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怎么可以令法呢？所以现在有很多就是佛教里面这些出版的乃至于经书后面的版权所有翻印比旧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准流通，啊，利益是我的，啊，不准流通，人家要印的话那就是盗版。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流出来的，那你就盗了释迦牟尼佛的版呐，哎，释迦牟尼佛现在不给你算账啊，恐怕死了以后阎罗王不会饶过你呀，啊，你的证据十足啊，都印在后头版权所有翻印比旧啊，那就是阎罗王将来判罪的证据，怎么赖都赖不掉，这个事情麻烦大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流通的意思，是要把这个大法啊，佛是要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是应当啊，我们有使命有责任把它流通万古啊，通达十方。那么这样的大法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所宣扬的第一法门，谁有资格谁有能力来担任流通的责任？欧耶大师说，只有诸佛才有资格担起流通的责任，所以他六方佛判作流通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道理我们想想的确是十足啊。因为这部经所说的确确实实是事实的真相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世尊这亲眼看到佛度众生，众生往生无量无边第一殊胜的利益了，所以他说我见是利益啊，他见到这个利益了，无问自说，没人祈请啊，佛主动为我们宣说，世尊如是，想必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所以这个流通啊，那就是为佛与佛，才能够究竟诸法实相，共同担负起流通的使命。因为这个经典上说这部经呢，也可以说就是净土啊，三经。三经所说的境界，都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若不是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讲得透彻，讲得明了，所以欧耶大师认为呀，只有佛才能够肩负起这个流通的使命。经文一开端，为我们说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不可思议，大师为我们略举五段啊，就是略举五种不思议。这五种实实在在难得，不学佛不知其难，不修行不知其难，真正学佛修行呢，才晓得这个事情之难啊。但是在净宗里面呢，是一条一条啊，都把它解决了。第一个是横超三界，不要断惑啊，这个不容易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如果不断见思烦恼，
决定不能出三界。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啊，你修禅也好，你修密也好，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见思烦恼不断，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可是净宗这个法门不需要，一品烦恼不断的也能够待业往生，这是不可思议功德之力。第二呢，生到西方世界，我们待业往生的人生凡圣同居土，这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明白。虽然生凡圣同居土，就可以见佛，就可以与观音、释智、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是把手同行的。这个意思就说明，这些大菩萨了，他们住的是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四土在一起，不想他方诸佛世界，四土不在一起。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娑婆世界也有方便有余土，我们见不到。也有十报庄严土，我们更见不到。西方世界是一生一切生的，四土混在一起，所以那个地方修行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渐进的，像读书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慢慢的这个往前进啊，这个难啊，费的时间长啊，西方世界是顿超，这一下就超过了，所以它的时间短，成就快速，这是第二的不可思议。第三呢，是方法非常简单，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一向转念，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六根净念相即，跟那个一向专念呢，完全是一个意思。菩萨告诉我们，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换一句话说，不需要借任何方法来帮助，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用一句名号。你看这个多简单多容易呀！任何一个法门都比我们这个法门来得繁杂，这个法门非常容易，这是不可思议之三。第四，这个法门如果你认真的修行，决心想求生西方净土，要修多久才能成功？本经跟你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你就成功了，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不需要很多的岁月，
那么也许同学们会问，我念佛念了好多年了，我也打过好多个佛旗了，为什么还不能成就？对经上这一段话了，就生起疑惑了。啊，说实实在在的，如果真的这个地方啊，打个佛旗，啊，外头挂个招牌，七天保证往生，恐怕一个人都不来了。你还肯来吗？这不得了啊！这七天就送死了，这还得了？那么由此可知，你的念佛不是真心的，不是真的想往生呀，对这个世间还非常贪念呐。啊，这个牵肠挂肚放不下，所以这是你念了多少年打了多少佛旗都没有消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不是真想往生啊，是到佛旗发挥这里来玩玩而已的啊，这么回事情啊，果真啊，发的真实心想求生净土呢，这个七天呢，这一个确实决定成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净土圣贤录》里面最显著的例子，宋朝的盈科法师，传记里面记载的这个法师，大概平常啊不守清规，啊破戒的一个出家人。好在呢，他有善根，啊他自己知道自己呀，习气很重，没有办法了，受清规的约束，造作很多的罪业，想一想啊，来生一定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他就害怕了啊。这个请教啊，他的同学叫同参道友，有没有办法可以救他？同参道友啊，就拿《往生传》呢给他看。他看了《往生传》之后啊，就很惭愧，啊，就很惭愧，很受感动。于是就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他是一个人呐。把疗房的门关起来，念了三天三夜，他不吃饭，他不喝水，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念阿弥陀佛，他的心地真诚，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佛就告诉他，你的寿阳寿啊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到你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我来接引你。盈科法师就说了，我的习气很重，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那还要十年，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了，我说我的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那阿弥陀佛也就同意了。阿弥陀佛说，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你好不好？他说可以。这三天之后啊，他就往生，这他把房门一打开就告诉大众，三天之后我要往生了，阿弥陀佛要来接引我了。这个寺庙里面的同学都笑他，你这个造作一身罪业的，那三天你就能往生，哪有这个话了？
可是看他的语气态度呢，倒是很诚恳的，不像是骗人的啊，不像是讲开玩笑的话。反正三天时间不长嘛，大家在看着你，看你往生不往生。那么他给阿弥陀佛约了三天吧，啊，是到第三天，啊，扩诵的时候，他就请求大众，啊，改念弥陀经，念佛送他往生，啊，当然大众欢喜嘛，啊，啊，于是乎就念弥陀经，念佛号，啊，这个佛号才起。没有念几声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他就走了。你看不生病啊，念了三天呢就往生了，证明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点都不错啊，迎客能往生，真的想去，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的留念啊，这才行啊。我们念佛念了多少年，打了多少佛旗，连个影子都没有啊！原因在哪里呢？没有这个恳切，不想去啊！真的要是阿弥陀佛来了，吓死了啊！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地方啊，希望诸位要把这个持戒他方的真实相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念佛往生不是假的，所以它时间短，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任何一个法门都做不到的。啊，密宗寄身成佛，哪有这么快呀？啊，哪有这么稳当啊？第五，持一尊佛的名号，就得一切诸佛的护念。跟念一切诸佛的名号啊，无二无别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我们现在快过年了，台湾过年。许多道场啊，寺院道场啊，都拜万佛啊，拜万佛要拜十几天呢，啊，一万两千尊佛号啊，万佛明经，你十几天拜下来，才只拜一万两千尊佛啊，无量无边诸佛，你漏掉太多太多了。可是诸位晓得，假如你要是拜一尊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统统都拜了，不如专拜阿弥陀佛，那个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但是这个世间人对他事实真相不明了啊。不知道拜阿弥陀佛功德利益之大，还去拜万佛啊！拜万佛真的是挂一漏万的，遗漏掉太多太多了啊，不圆满啊。那么怎么晓得我们拜阿弥陀佛就是拜一切诸佛如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明，就是证据啊！你细细看这段经文，这个五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儒教修行，不但自己功德不可思议，
他功德也不可思议。欧益大师告诉我们，我们修学净土的人，以真诚的心，以清净心、恭敬心、慈悲心、信愿持名，就把阿弥陀佛无量劫所修的功德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啊。可是这个里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慈悲心，才能够把弥陀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这个是有证据的，经文上说，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了。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能把阿弥陀佛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这就是告诉我们啊，释迦牟尼佛能，我们也能，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要把弥陀功德变成我们自己功德。你怎样具体的变法，什么道理能变，这几天所讲的，诸位细细的去思维，细细的去体会，你自然就明白了啊。这几天把这通通都说出来了。那么下面呢，这就是六方佛啊，这一段经文很长。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在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很多，很重要，它包含着念佛人从修因到正果，也就是说从初发心到成佛修行的次第、修行的程序，用名号来表示。因此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启示，非常重要。我们先把六方呢总说，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啊，这是指的这个六方。每一段经文最后的总结都是说这些诸佛如来啊，这个诸佛是恒沙诸佛的数不尽的诸佛如来，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六方，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此的赞叹。不仅是为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的一点都不错，同时显示出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
不讲阿弥陀经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所以我们才真正明白了，这一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因此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不仅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保佑你，一切诸佛都护念你，所以这个加持的力量太大太大了。你修学其他法门加持你的顶多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你没有办法得到一切诸佛如来圆满的加持，唯独这个法门。所以我们明白了之后，才感觉到自己真的幸运呐，能够真诚专心发愿的修学，你现前就得一切诸佛的护念，就得诸佛的加持。那你身体有病，病自然就好了。运气不好，马上也转过来了。不可思议，感应不可思议。这个功德之力，真的只有佛才有资格为我们宣说这个利益是无量无边，我们现在就得到。如果你要是不信，不肯入教修行，那就是经上讲的，你善根福德因缘不足，太少了。再说的不好听了，业障深重啊。这样第一殊胜的法门你不能接受，你说这都可惜了。那么下面呢，我们一方一方来说明。东方世尊为我们说了五尊佛的名号，东方恒河沙数诸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只介绍这五个人呢？佛是随便举的吧，没这个道理。佛说话了，没有随便说的，一定含有很深的意义。就同我们这个经本展开前面呢，一定列着有上首的大众像我们这部经前面也展开，我们看大众当中有舍利弗、目犍连，有16个这是比丘有这个文殊师利弥勒菩萨，有4位菩萨，他一定他都有列出几个人呢？这几个人是表法的，不是随便列的。每一部经我们展开，列的人名不一样，表的法门呢不相同。我们从这个例子来观察，这个里面列的名号一定也有表法的意思，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提出这个名号一定是表法的意思仔细一观察呢，果然不错
把我们修因正果整个的历程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净土法门怎么修，依照这个修啊，就决定不错。东方是开始，啊，在四方，这是属于手啊。在五行，在八卦，它也是排在第一位。那么这个地方，五尊佛是代表我们修学基本的概念，这非常重要。第一尊佛呢，阿处毗佛，这个名号完全是梵文的音译，阿翻作五，粗皮翻作动，合起来呢就是无动，无动就是不动的意思，像阿弥陀，阿是无的意思，弥陀翻作量，无量，无动，不动啊，就是觉，佛是觉的意思，不动觉，这翻成中国意思是这个意思。这是说明你想修净土，你从哪里开始呢？从这儿开始。我们今天修净土修不成功，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心会动啊，你看呢，看到参禅的也去想去参禅，来个什么仁波切呢又想去灌顶，这个心就动嘛。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叫不动啊，在环境上就不为暴风所动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在这里诱惑你啊，你在这些境界里头如如不动，一心呢专求净土，这才行啊。你看他这个意思多好，他摆在第一啊。凡是会动摇的那就不必谈了，不要说净宗哪一个法门你也不能成就啊。这个不动啊，不仅仅是在环境里面我们不动心，在一切大乘法门里面也不动心啊，遇到禅，遇到教啊，遇到戒律啊，遇到密都不为所动啊，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这是阿处毗佛教给我们的，我们要从这个基础上发心呢修学。就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念佛求生净土。华严经上没这么说啊，经上文字没有啊，意思具足啊。那意思在哪里呢？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发愿的偈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善财是文殊传法的弟子，不是普通的弟子，是得意的门生呢。当然呢，文殊是把第一法门传给他，
第一法门是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善财童子决定是念佛求生净土的。那么他出来参访，这个参访是什么呢？就是接触外面的境界。我刚才讲两点意思都有了，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注意去看，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只有五个是出家人，其余的都是在家人啊。这世间法刚才讲了，明文理扬五欲六尘，善财童子去接触去参访，不为所动。他参参说后头的念得离慈，离慈就是不执着啊，我不跟你学，我明了你，明了对的，明了是开智慧呀，我不学你，我还是念一句阿弥陀佛，还是求生净土啊，不着相啊，啊，《金刚经》上讲的，不着法相，不着非法相。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完成这个修学，法相非法相都不执着啊。到最后第五十三参遇到文殊师利，这遇到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他参访第一个是德云比丘，叫他念佛法门。你看念佛开头，往生极乐归极，一头一尾，这不就清楚了吗？他修什么法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吗？善才是修念佛法门的，不为事出事法所动。这个就是阿处比佛啊，成就自他功德庄严呢，这是修学的基本条件。我们今天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心里头没有主宰啊，看见什么就想学什么，这就完了啊，不能够专一啊。今天你们同修下午问我禅宗里面讲的这个功夫啊，照见、照住、观照啊，观照是什么意思呢？一心专注啊，这个阿处毗佛就代表这个意思，一心专注，不为外境所动，不为一切法门所动摇，你就有了修行的条件啊。我们一般讲，你就有资格来修行啊，这是必须要具备的。接下去这三尊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这是我们修净土的目标啊。我们修净土希望得的是什么呢？成佛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别的，就是要成佛啊。这三尊佛就是代表佛的三身。须弥相，你看三尊佛都用须弥，体是一个啊，体是一个，化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体都是真如啊，本性自性佛啊，一体三身啊，他表这个意思啊。相，相好光明，佛的相好光明，九法界众生瞻仰啊，这是佛的报身啊，报身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大须弥佛，这个大是赞叹的词，就像大方广啊那个大意思一样，赞叹真如本性。大法的本体
法界独尊，他是能变，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他所变的，这就是法身啊，法身佛。须弥光佛，光是光明遍照，普应群机，这个就是应化身佛。所以这三尊佛是代表法身、报身、应身，通通用须弥表一体，一体三身，这是我们所求，这是我们希望证得的。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为了这个事情，那不是为别的，就为这个事情，那就一点都不错了。你看这个目标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觉悟啊，要圆满的觉悟。末后一尊呢，妙音佛，这一尊佛呢，代表啊本宗修行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妙音呐，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这个说法的音声呢，没有比这个更妙了。因为这一句音声呢，能够从初发心一直帮助你成佛，这个音妙啊，哪有比这个更妙的呢？啊，所以这妙音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妙音呐，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前面说过，这个地方不必再重复了。这是东方五尊佛所含的意思。我们要明了啊，他对我们的修行，你看多么的密切。南方世尊也举五尊佛的名号，表什么呢？表修慧。所以大家千万要明白，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净土宗啊，跟其他的宗相比啊，差得太远了，不讲求里头没有般若智慧呀，顶多啊有一点小定不得了了，因为经上讲一心不乱嘛，一心不乱嘛，总是得小定嘛，所以有很多人瞧不起那种老太婆教啊，下根人修的，愚痴人修的，许多人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有智慧了不起。不甘心学这个法门，这都是对这个法门呢没有认识，自己愚迷，产生的误会，眼前大利益了，丧失掉了，你说这多可惜，所以这个南方无尊佛代表修慧，可见的净宗。是智慧第一了，没有智慧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我在前面跟大家提到的我们供养的西方三圣就表示了这个法门，阿弥陀佛代表的第一法门，大势至菩萨代表第一智慧，你才选择这个法门。大势至菩萨专修专弘了，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最高智慧的选择，
观音菩萨大慈吧，大悲，大慈大悲从哪里表现呢？就是把净宗法门介绍给别人，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这叫大慈大悲，不是别的慈悲啊。别的慈悲没有比这个大了，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大慈大悲啊。因为众生听到这个法门，接受这个法门，一生成佛了。哪一个法门能比得上？啊，天天我们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究竟大慈大悲在哪里？不知道啊。啊，所以我真是常常感叹，诸很多人学佛了，学的是糊涂佛啊。问他是佛是什么，不晓得啊，是糊里糊涂学佛啊，哎，糊里糊涂学佛绝对不会糊里糊涂成佛，没那回事情啊，这个要知道的。